欢迎收看《谈古论今，话中医》。在现代社会的观感下，许多男性面对工作压力，情绪可能不敢抒发，同时面对枕边人也不敢诉苦。长期这样下来，可能会造成他们苦闷，而形成了忧郁症。但是对于中医来说，这样的情况是有办法缓解的。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新北市中医师工会常务理事，同时也是大汉中医诊所的院长沙振平医师来到节目现场，来跟我们谈谈如何化解男性的苦闷以及忧郁症。沙医师您好，主持人好，全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嘉宾，她是有护理师背景的佩玲女士。佩玲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很难得，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。今天我们是讲男性的议题，是，但是男性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女性。所以先来问一下沙医师，就您的临床经验来观察，就是中年男性或者是男性，他们苦闷的原因大概是有哪些呢？说的男生到中年之后呢，他下有小，上有老。大概在40几岁的男生的时候呢，是人生压力最大的时候。通常这个时候呢，因为遇到社会上的裁员啊什么，都是以中年男性为大宗。是，所以这些经济的压力，无形中就让这些所谓的中年男子们背负了莫名其妙的压力。所以说，忧郁、焦虑的情况都埋藏在自己心里面。是。反映出来的身体上或心理上或语言上有没有哪些症状呢？是，通常啊，我们来看诊的都是以女性居多，因为女性的话通常比较容易求医。哦，她身体稍微有点不大对劲的时候呢，是。她自然就会寻求所谓的外界的求助，甚至咨询，甚至有所谓的闺蜜，可以把自己的心情吐露。是。这时候呢，无形中呢，她就减轻很多很多的压力。而男人呢，生下来就社会的责任不一样。你跟朋友讲你的软弱部分，他会觉得你这个男生怎么一点抗压性都没有。其实人都是一样的压力，所以说男性到求医的情况会比较少。当他发现到很严重的时候呢，通常都是他的枕边人发现到自己的先生不大对劲了，才来求医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都已经比较晚期了。那佩玲，你在观察的时候，你发现这样子的男性来就医的时候，通常是一位还是会有家人陪伴？通常男性来说的话，他们会一位会比较多这样子，不想让人家知道。对，就像刚刚沙医师所讲的，男人谈这个事情哦，感觉自己好像能力变减弱了这样子，所以他们就不大会表达这样子。有时候不见得第一次就诊会说，也许是第二次或第三次。要用慢慢的引导他的方式，他才会愿意的讲自己内心深处的问题，这样。所以沙医师来就诊的时候，他不见得第一个开始就说啊，我心里不好，我是不是有忧郁症，而是有其他问题，然后您才发现。是的，通常他来的时候呢，大部分都是自己枕边人先发现。他刚才会觉得这个先生比较不像以前这么开朗，好像什么事情，他又不讲，啊，对小孩也提不起劲，对什么任何事情都好像慢慢的好像没有兴趣的感觉，是，就枕边会发现到这个人跟我以前认识的老公不大一样了。是，通常他都会介绍说，我以前是给哪个医师看。可通常这种男性呢，同时应该会蛮铁齿，不想去给那个医师看吧，都会抗拒。可是我通常都会跟他太太讲，你跟你先生讲一句话，我在等他，这个就交给他就好了。对，不要给他太大压力，说你一定要来，强逼着他来。是，他已经很痛苦了，他觉得用柔性的方式，是的，他就觉得有个希望，有一个医师在等你。这个话会对他说是一个无形的希望。我从不说你立即叫他来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他绝对不来。是，男生跟女生的差异性很非常大。我想医师啊，您看过这么多病人，心情上可能有时候也会受到，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，会不会？但会啊，这个很多，因为常常接受到负面的情绪。好吧，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问一下佩玲，是，就您的观察，您发现沙医师什么时候你会觉得他怪怪，就是可能你就会去关心他，有没有曾经这样的情况发生过？就是再坚强的男人哈，都有脆弱的那一面，这样子，那就是要靠枕边人哈，就是细腻的观察他的情绪的反应这样子。因为沙医师他本身是还蛮开朗的个性，开朗的个性这样子齁。然后就是会有一阵子呢，你会觉得说，诶，他怎么怪怪的，诶，吃东西或者是准备给他的餐点齁，他就会就是食不知味这样子。是。然后之后
在于家庭的小孩的方面齁，我会跟他互动说，诶，小孩今天的一些学校的情况这样子。然后他就会回答方面就会觉得说，哦，就是非常冷淡的。那你怎么帮助他？其实一开始齁，我觉得我跟一般的就是太太会一样的反应，因为很急，因为他是家里就是最重要的支柱这样子齁。心里就会觉得说啊，如果他就是有什么状况的话，那当然是就是不行这样子。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很担心，就跟患者的反应是一样的。是。然后就会一直，我就一直会在旁边，就是那我们去运动啊。我会想到就是运动，把那身体的燥气哈，把它有个出口排掉。是。所以那时候他都会给我一个回馈，就是说你不要打扰我这样子，我只要静一静就好这样子。后来过一个过程之后，我发觉这是一种情绪上的感冒这样子。所以这个过程中齁，我跟他的互动关系齁，变成我就是陪伴他这样子。所以你也就不太会去催促他看医生运动什么，就对，就顺着他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对，因为他在催促的过程中他会有点被强迫的感觉。就有点更焦虑了。对，会更焦虑，他会觉得说你不懂我这样子。那你怎么自己让自己的心放下？我想很多观众朋友也是很想知道，就是说当枕边人遇到这个情况，我怎么样去坦然面对，但心理上关心着急也是难免，你怎么放下这个部分呢？就是母亲太太这个角色，我是觉得是需要又透过一些就是善知识的引导跟学习这样子。那我当然有去学一些就是稳定自己心情的方式这样子。那在家里的部分，我就是用陪伴他的角度，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家里的跟他对话的语气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就像刚刚那个沙医师讲，他给患者是说我在这边等你。好，那我跟我先生互动方式就说没关系，好，不管多远我都会陪伴你一起走。就是讲诸如此类的。让他安心的话。对。让他感觉说有个我的太太是懂我的，陪伴我的这样子。那沙医师，你那一阵子你自己有感觉你其实是已经有点情绪低落，有点忧郁吗？是，其实男生都会知道自己跟以前不大一样。是。以前再开朗的人，其实人生没有永远顺遂的事情，都会遇到一些挫折。是。这挫折怎么调试？调试的时间有长有短，它都会过去。但是会不会有人是没有办法过去？是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当没有办法过去之后呢，他的家庭就出现了非常重大的危机。所以其实另外一半其实要担心的是这个点。那你医师你的角度来看，因为你自己可能也是过来人，你可能更清楚那个引爆点到底在哪。那哪一个点是特别一定要注意，就是说警讯发生，他有可能轻生或怎么样。是，一旦他不想见人的时候，就是一个重大的。不想见，连太太都不想见。太太还可以，就是他不想出门。他不想见到外面的人。甚至早上嗜睡到中午才会起来。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警讯。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强迫他就医吗？这时候强迫他就医他会更反抗。那怎么办？就先支持他。那个心理的支持很重要的。就像他讲说你已经有点生病的情况。可一般男生自己知道可嘴巴不会说。心理治他说你已经不舒服了，有意识不错。他说在等你。他就有一个希望。这个情况会有点也随着时间他会好一些。他好的时候呢就可以带他来了。他来的时候观察。是的，他来的时候不会讲他自己有这些病。因为一般男生对自己说自己怎么这么懦弱。那医生也一头雾水不是吗？对，因为他的太太会先来。会先来告知一下。告诉说其实我现在是这个症状。大概我的患者里面大概九成都是太太先来。就是我的太太以前都是老患者，都治疗很久都很习惯了。就我的先生遇到这个事情。通常我就说是不是早上不起床，是不是不想见人。是不是胸口闷？是不是手开始有点麻？他说对，怎么都这样。我说对，每个都这样。我很有经验。真的、哦？是的。他好妙哦，他这是一个，这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大家都是这个过程，早上都不起床，就是起不来，是不想见人。所以这样子的患者来，他是不是要比别人的频率更高一点？就是来就诊的频率。刚开始不要逼他。哦，是吗？哦、是的，不要给他一个期限说。就是他如果要来就来就对。对，不要给他一个期限说、你什么时候一定要来，他会把这个话记在心里面。造成莫名的压力。哦，对对对，这观众朋友一定要记得，这个沙医师讲的很有道理。如果是我，我是那个家属，我一定想说，哦，那好好，赶快每天都去或怎么样。对，他会无形中有一个包袱，是，就说你觉得舒服的话，你可以再来，效果不错，我还在等你。是，这句话对这种人要常常放在嘴巴里，我常在等你，或者枕边说，我支持你。他就有个依靠，就说哦，我现在生病了。
没有，我不是孤单的。当他不是孤单的时候，他就容易好起来。我通常跟这些患者是说，你只是心里感冒了。你有听过感冒一年都不好的吗？也可能有，也有，这比较少。是感冒，是啦是啦，对，我感冒了一个礼拜就好，所以这就是心里面的感冒，是可以好的，就是它是短暂的，它不是一个永久性的。是的，但你不要跟他说你永远不会好，他就整个打击了。其实是会好的，很事实是确实会好的。据说天麻是一味对头脑很好的药材，今天医师要介绍我们的是天麻什锦饭。那请问天麻有什么样的功效呢？是的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天麻，通常在《神农本草经》归为上品用药。我们一般民众都认为补益呢最强的应该是人参，可是在记录上面是补益上计，天麻第一。所谓第一呢，就是超越了人参，它对脑的带氧量跟安神定志都非常有效，所以一般呢，我们用在脑部的保养啊，或是通透啊，带氧量比较多的话，常常会用到天麻。医师，那我替观众朋友问一下，那天麻跟人参的价钱，哪一个是比较经济实惠的？是人参呢，因为有分很多等级，是贵的时候是非常贵，是相对来说呢，天麻呢就经济实惠的多了。哦，是，了解。所以天麻也有等级之分吗？是也有的，每个药材都有等级之分。那佩玲，我们要选天麻怎么选呢？那一般天麻扁圆，然后偏长型这样子，然后会有稍微会有螺旋纹、数十纹这样子。那我们有需要去注意到这边，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暗语，然后就跟那个中药房说，哎，我要买什么就保证是比较安心的呢？就是在台湾来说会有安心药材。哦，这是每家药房都有卖的吗？几乎都是。所以我就是跟他讲我要安心药材，他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农药是吗？还是说怎么样的一个安心法？通常各大药厂都会出一些安心的药材，他就有经过没有农药没有什么的检验的，都比较有保障，甚至产地履历都非常的清楚的标示，是，所以对一般消费者来说保障会更大。佩玲，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天麻什锦饭要怎么煮呢？我们首先要把天麻拿来泡水，好，这个时间会比较长一点，是，好，它的质地比较稍偏硬，所以我们要泡一个小时。然后鸡胸肉、红萝卜还有香菇，好，香菇泡软以后把它切成丁。那等天麻泡好之后呢，我们把它煮水取它的药汁，然后有两种做法，一种就是把药汁跟药材是分开的，好，就取药汁去跟这些食材一起煮这样子。是，那另外一种是就是全部放在一起蒸饭，做蒸饭或烹调这样子。是是。那刚开始如果我们要让这个口味更美味的话，我们可以把鸡胸肉还有香菇呢做先爆香这样子，就先炒过就可以。对，炒过的过程中也是用温火，如果火太大的话当然会上火这样子，然后会燥。对，哦，所以这一道做起来应该挺容易的嘛，会有一些佐料，比如说酱油啊、糖啊、酒啊，去做一些提味的作用是吗？对，它在做的过程中，我们就可以加一点黄酒，好，还有一些白糖，那是要提里面的蔬菜鲜味，好，然后还有酱油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是依个人的口感，然后去加在里头这样子。是是，我们今天也煮了这个天麻什锦饭来让两位品尝一下，是，它里面是有天麻啦，因为可以看到它一片一片的天麻，是，其实蛮好吃，脆脆的耶，而且没有苦味耶，还蛮好吃的。它的味道没有中药味这么重，这个老人小孩都可以接受度蛮高的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它吃起来有点像油饭的味道，这种是事先把食材有炒过这样子。我觉得这挺适合全家，但是这个可以经常吃吗？有些人就说就把它当成晚餐啦，每天当晚餐的饭来吃，这样可以吗？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，但一般很少药材是这样吃的，那一个礼拜吃一次差不多。哦，像这种饭一个礼拜吃一次，对，吃一次就好。很可惜耶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一个礼拜吃一次。都不感觉它是天麻，因为它吃起来脆脆的，其实口感蛮好的。是。那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刚刚也谈到，就是家人的慰藉啦，或者是家人的一些关心，然后支持是非常重要。因为我突然想到，这时候如果脚在
泡个热水，然后加个一些中药材，是不是会上下更容易舒缓？其实那是更舒缓的。对，因为我突然想到，发现他脚没事嘛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那是做全，等于是做全套了。对对对，其实非常好。我在家里是这样做全套的。哦，刚才被不小心被我问出来，就是叫泡脚兼头刮。啊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应该挺舒服，所以会有一些药材可以加在泡脚水里面。可以加点药材，通常一般的话就是热水就可以了。那药材会加哪些呢？都是一些活血化瘀的。像川穹啊之类的，需要先煮吗？还是反正就泡到热水里面？就是它那个，通常都会先煮开啊。哦，煮开然后倒下去过一过。对，那是比较干锅的时候是这样。一般的话，如果没有这么多时间的话，每天都用热水泡脚就可以了。是是。那今天医师呢，也还要介绍另外一道茶饮甘麦大枣汤。医师，甘麦大枣汤是可以舒缓镇定的吗？是的，通常我们的甘麦大枣汤其实它就是一味药方。嗯，好，它的药材组成呢？很单纯，是又很温和，是效果非常好。当做茶饮来喝的话呢，我觉得是相当好的疏肝理气的一味药。所以它适合每一个人吗？是的，几乎是都可以。看起来就是甘草嘛。是的，甘草因为甜的关系哈，甜的话会让人家觉得心情比较愉快。是，好，这叫做浮小麦，是它有安神的作用。红枣呢，它气色会比较好。好，通常我们煮的时候呢，会把它掰开来去籽，会比较好煮开。是三味药呢。等量的适当的来煮成茶，就效果非常好。所以它煮的一个技巧有吗，佩玲？煮的技巧其实就是一起放下去之后，红枣我们把它破开，这样子在煮的过程中它会比较入味。是，通常你会煮多久？大概20分钟就可以了。哦，那挺快的啊。所以我们也来试喝一下我们煮好的一个味道。对，这煮开就可以了。有甘草的 甘草味道，对，甘甜，嗯、对，所以这个适合当饮品来喝，嗯、非常好。而且它本身的甜度还算不错， OK, 对，不会太甜，也不会是，所以这也适合小朋友喝吗。小朋友可以喝一些，小朋友很喜欢，小朋友喝一些，对，这应该会很喜欢，因为甜甜的、啊，是的，像大人喝起来都挺开心的。是的，哎、欸，我想问一下，就中药不是说不要放在那个不锈钢容器里面去煮，所以像这种也是吗？这种话通常用陶锅，所有的药都用陶制品的煮，包括煮这个茶饮也是。如果说家里有陶锅的话，用陶锅来煮会比较好。会比较好，是的，了解。好，这可能观众朋友可以学习一下。反正我们常常要吃药膳、喝茶饮，就准备一个陶锅也挺方便的。是。那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啊，就是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观众朋友？对于中年男性，他们郁闷啦，会有忧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是什么是特别他们要注意的？就是除了我等你之外，我等你之外，知道就是给他信心说。你现在生的病是一定可以治好的，是是，这一定可以治好，对他来说是个非常重要。好，一旦有信心之后呢，他就真的会好起来。是，那佩玲呢？我觉得在家的女性来说哈、就是给丈夫一个心理的支持是很重要的。还有在互动的过程中哈，言语上的温柔是最好的。是，那我想因为很多家庭可能不只是先生跟太太，可能也有小孩，所以我们有需要跟我们的子女说，诶，可能家中的爸爸会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需要透露给孩子吗？还是让孩子就是不知道情况下，就是怎么样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互动呢？当时那时候我们家也有这些经历的时候呢，那我给孩子是给他们一个正向的引导，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是会生病，那个是现在是爸爸情绪上的感冒，好，他是会好的。然后反而是教导孩子说，家人有生病或是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们要给予陪伴。所以我就会制造一些机会，让孩子去给爸爸做一些泡脚啊，或是按摩的。是，也许他们的手法跟技巧没有大人这么纯熟，是，可是对于先生来说，他会觉得说，哎，孩子有那种回馈的心，这样子，反而会心里会更安慰。是，好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制造那种氛围的，是，也是帮助我们在忧郁苦闷的时候可以疏解舒缓。是的，至少家人，别人可能不了解你，可是至少家人都永远站在你的身后。是的，对，我们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啊。今天呢，希望帮助所有的人，不只是男性啊，就是我们可以找到生命中情绪还有压力的出口，让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健康、更愉快。再次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